好国际化，你就是最强vocal。小高厉害，我特别喜欢辛里娜一高，她就是给我一种很自在，舞台就是我的，我就想怎么唱怎么唱。Pick辛里娜一高，我喜欢有实力的女生。哇，他们演出跟看 MTA 颁奖开场似的，是不是？好酷啊！ 因为你们在上来的时候，我们在底下就一直说，这应该是本季里最强的这个 vocal 小团体，对吧？是的。不负众望。谢谢小亮人们。这组主要我其实想听你们唱歌，我觉得你们刚刚就主唱的唱，然后其他配合麦克对拉开之后，真的好听。哇！谢谢小亮人们。行，他们 vocal 这么厉害。 板凳的各位学员们，你们有敢挑战的吗？这组谁敢 battle 啊？这组太强了，每个担当都很发挥到极致了，真的就是要这样去做。对，最后一次机会了，你们有想要挑战的吗？成，不敢。 又站起来了，快，刘念快，哇 ，AKB 耶，AKB 站起来了，真的没必要了，上不上？我这个人是一个特别有自知之明的人，我知道我不行，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还不具备那个能力，从一开始我就挺没有信心的，然后越到后面就越没有信心。 真的很勇敢哦，真的。三组吗？看到不是有很多人站起来的时候，哎，我在想，哎，怎么？其实不太想看到这样的一个场面，因为好像是最后一次机会嘛。我现在问一下，就是从到现在了，没有举过手的，举一下手。刘念，为什么？我之前一直不敢。 我很胆小，但是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能够上去的机会了，但是我。 我现在还没有能力，你去跟上面的那些，拜托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烦吗？给你们这个舞台，不是让你们来表达情绪、来哭的，舞台是很残忍的，能行就行，不行就走。 我从第一期就说到现在了，来了以后还不举手，上来以后还哭。你告诉我你们来干什么的？前面那么多人给你们做了榜样，还不出来？比什么？比胆小？没人比得过你们。不过我觉得大家在考虑的时候不用考虑那么多，因为大家现在都在板凳区，你就试一试，然后就上台锻炼一下。因为你迟早要上台，不会说一直不上台，然后就离开这个节目了，也白来一趟。对，我能理解，就黄子韬教练他为什么会。
这么发火，因为你都没有拿你的实力出来说话，你就先怂了，你就先开始哭，那你要对自己这么没信心的话，你来干嘛嘛？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有3-4部摄影机在拍你们，所以如何让观众看到你们，你们要拿出自己的实力，不然在这一集又变成小透明了。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想法，有些敢冲的，有些比较矛盾的，不要担心，没有自信的人，我可以慢慢教你如何成为一个艺人。所以说同学们要勇敢，加油。对，不能留遗憾，已经来这儿了。敢这个字就是在乎于我想要去做，可是我又没有足够的信心去做好，然后我就是存在着那个犹豫的时候，我选择了去踏出那一步。想要挑战他们舞台的人举手。真的，什么机会在你眼前，你一定要去抓住。如果我们当初最开始就敢于举手了，我觉得我们就会上去。这些场景对于我这样一个几乎为零的人来说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，我害怕。但你不敢，你就不要想在这个舞台上发光；你不敢，你就不要想着你能有画面；你就不要想着你能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。我比较想要跟他们有一个音乐上的交流，就是这样。我觉得我们团队有这个实力去台上跟他们比拼，我就是一定要搏一把。我们想上，我可以跟他们一起玩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都是享受舞台的人。舞台上的三位选一组吧，选我们。我们决定选择姚慧。姚慧，灰灰，姚慧，很简单的原因就是。身为一个 solo， 而且也是爱音乐，像我们一样爱音乐的人，我们想一起玩音乐，就这么简单。好嘞，行。灰灰一直就是小小的，然后在一群人里面，也其实很难被注意到。有请，好，有请姚慧，有请，会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他也站起来好多次了，好多好多次了。他们真的好厉害，有吗？最后一次机会了，真的好厉害。想要挑战的吗？我敢来参加创造营，虽然我是从零开始，但是我没有怕。各位教练好，我是来自卓然影业的姚慧，你们可以叫我灰灰。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表演。